进来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哦不，太热了，我都看不到，我都看不到你们打的字了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这太阳，你那属于西昌吗？不属于，应该不属于吧？应该不属于吧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应该不属于哈。那你是四川，四川的，就是北川的。哎呀，今天多亏了我邻居的帮忙，各位船们，今天多亏了我邻居的帮忙，因为之前的话，我帮他们收了他们的家里面的东西，我拿到街上去卖，我还帮他们收东西，所以说他们今天就来帮阿妹。种玉米来了，所以说他们就来帮阿妹种玉米来了。如果不是他们的话，我今天我都种不完。还要数棵数吗？对的，对的，各位帅们，种多了也不好，种少也不好，种多了的话，太厚了的话也不行。擦，好像我吃不着这里了。阿妹今到后天就是22了，对，哥哥姐姐们，马上就要过生日喽！阿妹马上就要过生日喽，早晚冷，白天热，紫外线很强。是的，是我们这紫外线可强了，哥哥姐姐帅们，紫外线可强了。今天至少都最低都是20几度吧，哥哥姐姐帅们，至少都是20几度今天。等一下，哥哥姐姐们，我把这上面的先弄了哈，我把这上面的先弄了。
完了，完，把上面的都弄了，把上面的都弄完了。哎呀，脑壳都有点晕。什么主要还是我的话，一定会都丢了好大一遍，是吧？是吧？那你挺厉害的，那你挺厉害的。那你挺厉害的，丢不难，但是这个棵树我们要数一下，我们是数着丢的，不是直接抓一把就丢一把，不是那种，我们是要还要数一下有多少多少棵。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哎呀，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欢迎你们，谢谢你们给阿妹点赞，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给阿妹点赞。谢谢你们给阿妹点赞，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哎呀，你多干嘛？什么呀？一行要打70多个窝窝，没有70多个窝窝吧？我去了一次山，你再也不敢去了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不敢去呀？你怎么就不敢去了呢？放在这儿，你们那儿，我们那里的土大，什么意思呀？路太陡了，又是单行道，嘿嘿，我们这边的路确实是有点陡，但是现在好了，可以上面，但是现在好了，现在都在修路了，现在都在修路。谢谢你们给阿妹点赞，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直播间里面刚进来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欢迎你们。
要来我们这边送亲吗？之前现在路大多数都已经修了，哥哥姐姐们，现在的路都修了，知道吧？现在都在修路呢，很多地方都通了，那个都修了路，现在慢慢的变好了，现在慢慢的在变好了，哥哥姐姐们，每个地方它都在慢慢一步一步的来，对不对？一步一步的来。再慢慢的变好，不可能一下子就变好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这边都在修路了，哥哥姐姐帅们，过年的时候你来过这儿是吧？过年的时候你来过这儿是吧？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给阿妹点赞，谢谢你们给阿妹点赞。谢谢你们给阿妹点赞，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哎呦。你种的什么？我在种玉米呢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种玉米啦。阿妹种玉米啦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。给走。就这样吧，哥哥姐姐们，我就下了啊，我就下直播了，拜拜，我等一会儿再给你们播吧，拜拜。我先忙着种玉米了，哥哥姐姐们，啊。我晚上再给你们直播吧。要播还是不播呀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要播还是不播呀？要播还是不播呀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我们都是小狗。来新疆好吧，我没孩子，我哪来的孩子呀，各位帅爷们，我哪来的孩子呀，我自己都还是个孩子。
次就。好像好冷，不冷的哥哥姐帅们，不冷的，不冷的哥哥姐姐帅们。哎呀，不是你来新疆看一看我们老家，但是阿妹现在走不开呀，哥哥姐帅们，我要种玉米啊，我要种地的嘛，不种地。我这没得吃喽，我家吃的也没得吃喽。你搁这煮都死个嘞！阿伯，你那是啥子？咋子？哎。给咱俩的。哦，咱俩。拿着老多，老多。你们可以阿妹长高了，我还长个子呢，哥哥姐帅们，我还长个子呀。我这么大个人了，我还长个子呀。我去过你老家，下次我去的话你接我好吧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来的，是不是我们这个地方。我不知道你来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地方。我不知道你来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地方呀。等一下，我再种，我再放几个。阿妹你好，阿妹你好，你好，欢迎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欢迎你们。我家在绵阳，绵阳呀，绵阳，有绵阳这个地方吗？有绵阳这个地方吗？有绵阳这个地方吗？哥哥也穿吗？不过直播你也是要。你家是什么？你别偷个啥？你别偷个啥？我说这样就花费吃动了，因为这花的那个老吗？都是老吗？现在你啊？俺娘家。娘家的我是说。不要。看看你。不要。我都是广东人，我都知道。我不知道呀，哥哥也帅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呀，因为我都没咋出过门，哥也帅吗？我都没咋出。阿妹阿姨下班了，我去帮你种玉米，可以的，阿姨可以。叶阿姨，你来帮阿妹种玉米呀？你看今天。因为平时的话，阿妹不是帮我们的邻居去收他们的东西，还要帮他们，有些时候帮他们拿到街上去卖那些。所以说我今天我的亲戚都来帮我了，我的邻居，远亲不如近邻呀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这句话是真的，远亲不如近邻。今天阿妹的邻居都来帮阿妹了。我是新疆人，在四川绵阳有店哦，这样子的呀，哦，那你是个大老板呀，呵呵，你都开店子的，你是个开店子的，那你是个大老板呀。
不是，不是，那是啥呀？你都开店子，你不当老板呀？你不当老板啊？你都可以，你是开店的，那你不是老板是啥呀？是不是？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来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哎呦，哈，鼓车，这个是牛的。下播那吃不行，你就要出去啊！哎呦！在干嘛呢？在种玉米呢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在种玉米呢。通火车吗？那我也不知道，没有火车吧？不过县城里面，不知道县城里面有没有，我们这儿没有。阿妹这里的话没有通火车，不知道县城里面有没有会穿的，应该县城里面才有吧，我们这儿现在的话没有，农村里面哪来的火车？汽车吗？有汽车，没汽车咋行呢？哥哥有上吗？我们这儿有班车，我们这儿有班车的，哥哥有上吗？我们这里有班车，这个是公益机啦。我们这儿有班车，你的哥哥呢？我哪儿有哥哥呀？哥哥有上吗？阿妹就是家里面的最大的那个。我这邻居姐姐她都说我要是有个哥哥的话，我也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各位帅们，阿妹，你家怎么这么多？我们这边都是要种地的嘛，那地肯定多呀，叔叔阿姨们。弄什么红的？弄玉米，各位帅们，种玉米呢，哥哥姐姐刷一们。啊，这个是这狗的这块。我狗的包起来。你这呀，你说我穿不穿啊？你家狗不红啊？那的狗们家都是更干的。开的就是。缓一下，缓一下，好了。哦，你吃瓜了嘞？什么呀？没有呀，哥哥姐姐是刷姨们。那大家都有事情要忙，是不是？大家都有事情要忙。大家都有事情要忙，我也要忙着种地呢，是刷姨们，哥哥姐姐们，对不对？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哎呦，阿妹种了一天的地，我都没力气说话了。我种了一天的玉米了，我都没力气说话了。今天要不是我邻居他们来
帮我的话，我自己一个人我恼火得很，恼火得很。带你们看一下我们这的风景，哥哥也帅吗？太阳下山喽，那山上还有太阳，但我们这现在都没有太阳了。太阳下山了，哥哥姐。我想吃的瓜呀。你这瓜是二十个月。我是吃肉都没用，提不出来。切嘛，提不出来。我再进去。切嘛，他们这瓜又是，这一块都吃到骨头里了，赶紧。哎，阿妹就这样把玉米放，不用盖土吗？要盖土，哥哥姐姐帅们要盖土，要盖土的。不盖土的话它就长不了，要盖土才行的。我们是先把玉米弄进去了以后再慢慢的一次性全部都给它盖上。种的是什么？种的是玉米，哥哥姐帅们种的是玉米。你不过去了。哎，阿妹下午好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你们下午好，大家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大家下午好。直播个啥吧，直播捏脸啊。那直播捏啊。阿妹下午好，下午好，下午好哈。你也懂啊。哦，直播是你古装的。哦，对，是给。哎呀，我要回去收我的酸菜了，哥哥姐帅们，我要收我的酸菜去了。要不然刚刚那个起风了，对不对？我的酸菜都被风吹走完喽。再不收的话，那酸菜都没了，哥哥姐帅们。再不收的话，那酸菜都没有，没有了。哎呀！今天出去吃吃自己呀，大志出去吃自己呀。大志，大志，阿伯，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帅们，呜，哎呦。欢迎直播间里面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。哎呀哎呀，
欢迎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哎呦呦！哎呀，我得跑去收我的酸菜了。这起风了，我的酸菜都被风吹走完了，哥哥姐姐们。累死我了，累死我了，累死了。你是明哥在忙工作呢，哥哥姐说明哥他在忙工作呢。哎呦，你们等一下。我的，你们听得到那个风声吗？哥哥姐帅们，你们听得到那个风声吗？我的酸菜都快被那个风给吹走了，哥哥姐帅们，阿妹家的酸菜都快被风吹走完了。欢迎刚进来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欢迎你们。哥哥姐帅们，你们可不可以等一下阿妹，阿妹去洗个手好不好？哥哥姐帅们，你们可以等一下阿妹吗？阿妹去洗个手可以吗？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可不可以？可以的打个可以好不好？你们不要走，留在阿妹直播间，然后阿妹去洗个手好不好？哥哥姐帅们，可以的打个可以。哥哥姐帅们，你们看阿妹的手。我去洗个手，然后坐着跟你们聊聊天，摸一下阿妹的酸菜，可以的打个可以。可以的打个可以，可以是不是？那你们不要离开阿妹的直播间啊，哥哥姐帅们，阿妹去洗个手马上就来。哎呀，来了来了，哥哥姐姐帅们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看吧，有一些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他们走了，有一些哥哥姐姐帅们。我带你们去收阿妹家的酸菜，哥哥帅们，我带你们去收阿妹家的酸菜。这起风了，那个酸菜都要被风吹走完了。看我家的酸菜，看到没有，哥哥帅们？
给下面啊。恩公吗？看到没有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阿妹家的酸菜，我这手机真的是太卡了。阿妹今天过节了，过啥节呀，哥哥帅们？过啥节呀？过啥节呀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？2月2，啥东西呀？我收酸菜，哥哥姐穿的。2月2节，龙台节。我不知道，我没过过这种节，哥哥姐穿的。龙抬头过小年，年还没过完呀，哥哥你帅们，这年还没过完吗？这是我们南方的节日，我都不知道，哥哥姐姐是啥意思，我都不知道。我都不知道有这节日呢。我先把这些弄了，哎呀，我先把这些酸菜弄了，各位帅们。不，这个东西我真的是太多了。阿妹可以帮我介绍一下你们那边的女孩子吗？我们这边女孩子基本上都结婚了，没有啦。哎呦，
我弄酸菜呀、啊，哥哥姐姐帅们，欢迎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们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叔叔们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把这些干了的酸菜给它剪了，然后给它存起来。叔阿姨们你们好，你们能听得到我这儿的风声吗？哥哥姐帅们，你们能听得到我阿妹这儿的风声吗？风太大了。哎，这曝光，谢谢送的爱心，不用给阿妹送礼物，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帅们，谢谢你们给阿妹。